哎，弟兄姐妹们平安，平安。感谢神，能够让我们有时间来到他的圣殿，用我们的声音来敬拜他，用我们的心灵来敬拜他。这个时候，你要跟你旁边的人说：“耶稣爱你。”很好的一句话啊，耶稣爱你。很高兴每天的欢喜的心来过每一天，神所赐福的福是平安喜乐的福，在我们心里面就这样子滋长的那个爱随时都在心里面，你要谢谢神的爱就在你的心里面，就能够发出神的亮光。这时候我们要从座位上站起来，一起来唱诗歌赞美神。我的心羡慕你，
当然羡慕神的话语，如同鹿来羡慕溪水，那是一种渴望的心啊，在神的爱里面没有惧怕。主啊，我来到你的面前，用诚实心灵来敬拜他。神啊，你的赐福啊，必满满的啊，浇灌在我们的身上。神啊，你是那慈爱的神啊，你是啊永在啊今在的神。主啊，我来到你的面前。献上甘做我的祭。
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弟兄姊妹们，请坐。